快快拿个水来，哦夫人，快快挑纸，快快挑纸啊。大人，把干粮拿来，让百姓们充饥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乡亲们，你们是？我们是乡亲们的子民呐！啊！万岁年年放粮，怎么还有这样的惨景啊？放粮！那泾阳知府和万福来相互勾结，只拿出30%皇粮掺进沙子发放给灾民呐、啊。那70%皇粮说是万福来的私粮，叫灾民去买。没有银子，就拿房产地契做抵押，这样倒来倒去，咸阳一带的土地房产可都成他们的了。叫俺老百姓可怎么活呀？是啊！别说了，都别再说了。这些话要是让孙知府知道了，那可是要杀头的呀！杀头？反正不是饿死，也会被他们逼死，还不如杀头，痛快来。老爷，泾阳的百姓可是太苦了。是啊，这真乃是贪官横行，民不聊生啊！此乃山西巡抚韦大人。韦大人，乡亲们，快起来，起来！你要与民女做证啊！这一民女有什么冤枉？快快站起来讲！
生死无回家莫误弄事，北京的冤案我要一一查实，严惩罪要犯，日后咱们还要大兴动工，光开财路啊！大兴动工，光开财路。乡亲们，你们来看呐！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防滑车织布机呀！防滑车织布机，乡亲们呐！